如果你想吃发饺粉丝包又懒得叫外卖，学会这个方法以后就在家做。热油爆香葱蒜洋葱小米辣，加糖盐鸡精生抽蚝油搅匀备用。锅内放娃娃菜金针菇泡好的粉丝花饺和龙虾，铺上炒好的蒜蓉，淋半碗清水，扣盖焖煮10分钟，出锅撒上葱花，把隔壁小孩都馋哭啦。